啊？是谁啊？哎，我。天爱是一开始就是演员，还是先从模特开始做的？我做过模特，平面模特。所以刚才那个是还没做演员之前吗？没有，没做演员呢。那个时候就是刚才那个埃及艳后是一个平面的。对对对，然后会挣500块钱。我为什么刚刚说拍杂志，我印象很深是赚500块钱这个数字，这500也是当时，我像我这样类型出道的小孩拍杂志的一个价格。我记得那会儿我进到这个行业里，就很希望就是哪一些编辑能够找你拍，但是备选的人特别特别的多。后来我是一个朋友引荐，那次拍完了杂志，他就给我了500块钱在现场。当时对我来说特别开心的是，我终于在北京可以开始赚钱了，就这件事情很重要。然后之后大概2个多月的时候，就是我在行业里认识越来越多的人，我才无意间听到那个编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你不知道，就是其实我那天是没有费用的，介绍我去的那个朋友，是他给了那个编辑那500块钱，然后让那个编辑把那500块钱给到我。我当时大家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，我一下子就泪奔了。我到现在都，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心里会永远记得这个朋友，就是他给了我一个让我能挺下去的理由，能挺下去在北京的一个理由。